学员克莱蒂奇少将，今天下午离开台北松山机场的时候，受到我国副参谋长王宗元上将和隆重的军礼传送。巡游期间，除了各项关系的活动以外，还参观了我国的各项军事经济的建设。他今天表示，对于我国三军的壮大跟经济的繁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